这些啤酒瓶呢，已经放了很久了，今天终于来了，有个收它的了，等了好久，这些摆在这里也很久了，都快摆不下了。嗯，这边还有，刚刚已经去了82个，好像一个是一角钱。用摩托车来拉到上面去啊，拉到上面去卖。别了。干什么？那叫什么？看，你看，你看，现在呢，不知道能不能运得上去，运得太多了。那个烧瓶子的师傅呢，下来把它推上去了，应该是能上去吧，可以了。这是个背兜了，用那个袋子装的话太麻烦了，那直接用这个背吧。
只剩这一点了。天气太热了，看宝宝的话给他穿的很薄，穿了这一点，太热了，真的。刚洗完澡，刚洗澡的时候一点都不哭，可能是不冷的原因，应该很享受。他想哭了，可能是想喝奶了。看，宝宝的头发也很长了。等送到他外公要外婆家回来的时候呢，再把它剪了。哎呦。